您说要拿手表去修理，为什么把少爷的乳牙也拿走了？我知道去了一颗上排牙齿。其实是白社长叫我拿的。到底在哪里呀？不好这家吗？那不是陆毅吗？陆毅他为什么跟高福师住在一起啊？陆毅，哎，怎么不关门就睡啊？死了吗？陆毅，是我们家哎。我的天哪！顶楼那间屋子啊，又死了人了。怎么？是那个帅帅的小伙子出事了吗？等一下！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购物王陆毅，东森戏剧台。